联邦，全民联邦共和国，这是5G 与科技共同发展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有一个传说，相传，当某人手上出现这个纹身时，他就会在睡梦中被传送到一个叫做塔奇的世界。如果他能在这个世界活下来，他就能实现心中的一个愿望，任何愿望。跳，这不是甘霖吗？哇塞，心中的游戏。甘霖回来了。一切都因为那场事故，全部失去了。我好想你，珊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想再一次。位置定位成功，开始传送，目的地一层世界。这是哪儿？自然契约者甘霖，是吗？欢迎来到求生之地塔奇，我是你的引导者，请小心其他自然契约者，杀掉对方能获得精魄能量，是最有效的直接活下去的方式。精魄，精魄结晶体，我要活下去，活下去。女神，她也是自然契约者吗？精魄结晶体，她还有吗？你也是来杀我的吗？生命能量回馈。时间不能再胡闹了，我要杀他吗？我的精魄也只剩这么一点点了，只有杀了他我才能活命。但他的武器是威力强大的超能型，被他碰到一下我就会死。我的生命能量还有剩余，他的刀刃不足以致命。杀他的关键就是废掉他左手的武器。他死定了，就是现在，只要我能打中他，他就必死无疑。那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里？我不要死，我还不能死。珊珊，检测到三阶精魄结晶体是否吸收？能量满额，进阶，精魄能量重置，生命能量重置，身体伤势修复。身体动不了。真是风水轮流转，动手吧。我一定要活下去，去实现我的那个愿望。这次的棋子还真有意思。